我姐姐带你来关心的是，半导体的成败，其实兵家必争之地还是在中国市场。而中国现在整个市场可以说是稀累的呀。中国在今天传出大陆半导体企业要从台湾引进三千人才，当然这是陆陆续续，过去其实已经挖角了不少，现在持续还在大挖角，但挖得动吗？现在中国半导体产业，我刚刚也谈到類類，虚累累。 受到北大方正违约破击，北大方正可是国企啊，可是央企啊。北大方正竟然债券违约，它债券一违约之后，连紫光也受累，半导体国家对紫光的债券价格也出现崩跌二十 percent，这让大陆的半导体产业非常紧张，所以最近拼命在囤晶片，所以宪哥现在挖角挖的好厉害啊。 对，其实挖角从以前就开始了，中國一直都在挖。对，中国的“十三五”计划里面最主要的产业就是半导体产业。在二零一四年，他们投资了差不多一千三百八十五亿的人民币。嗯、到二零一八年，才短短四年，又增投了三千亿人民币。三千亿人民币多少？你给它乘以五，一点五一一点五兆的台币。啊、那一直拼命的盖晶圆场但是没有人啊，没有人怎么办呢？挖，从<角>台湾挖。 挖角已经挖到用名的，以前是暗的挖，现在明的挖，在一零一大楼，台湾最大的一零一大楼的二十一楼，也是他们的挖角对，二十一楼有一个明变科技，它的背后就是紫光；八十三楼有一个雪豹科技，它的背后就是内豹移动。那。 他其实也都是中国大陆在台湾挖角的根据地，所以他们一直在挖。包括最近这个向心夫妇啊，他不是台湾有一个豪宅吗？他不是租给一个叫张天豪吗？张天豪他的公司叫做优优爱德，优爱德的背后其实也就是台湾的雪豹科技，而这一些科技的背后的一个出资的人就是富盛。 所以全部给挂，关起来，一关那蚂蚱呢？中国大陆在台湾挖角，已经是明的挖。比如说，以前我们知道在竹北，竹北有一个台元科技，那台元科技那边就是专门在挖竹北的新竹科技园区的那一些高阶的工程师。你才能看到某一个工程师，他因为要创业，就在台元科技设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三人到五人，名片换了，换什么？换总经理，换这个怎么董事长？车子换了。 房子换了，那你一定是被挖了，因为你的薪水增加五倍到三倍，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三个通通换？所以现在鼓励台湾的工程师创业，也是他的挖角的一部分。所以台源其实里面有很多公司，其实是中资，对，然后中资到台湾挖角之后，啊、背后的资金是中资啊、哦、然,然后挖角之后，又叫我们台湾的工程师或台湾的年轻人去新创创新的公司，也设在台源，因为你。 台湾人喜欢当老板，这第一个嘛。Oh. 第二个，你要跳槽之后，你的薪水可以增加五倍、三倍到五倍，你少奋斗二十年嘛。那很简单，你来的时候，阿、啊、欢，你是是在这个半导体哪一个制成，你从头到尾再给我做一遍。但是就把它过去的 copy 一次、啊。对，但是你的城市码要交给我，以后就变我的。 那听说现在已经没有三到五倍了呀？据说这一次的挖角，虽然现在陆续还在挖角，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非常凄惨，没有人才，但现在只剩下零点四倍了說。对，现在挖是夫妻一起挖，就是准备退休的，有某一个半导体的经理级的要挖他，就是台湾的薪水拿来看乘以一点四，所以对他来讲，他就觉得利润已经不大了。不润已不大，那最主要我觉得那个经理他本身没有真正的 know how 啦。 经理，那是经理嘞，你也是经理，我也是经理。你如果是你参与的是一个比较高科技的东西，你才有利用价值。人家也会看呐、啊，你懂什么啊？比如说，哎、欸，有一个大学教授就出来爆料，他说他曾经有一个科技啊、喔，大陆要买，结果就用这个两千万的一个台币要买，结果他说你应该在海外设一个公司，然后我。 海外公司去参与我中国大陆的股份，他不行不行，你要一千两百万给我学校啊，那八百万我再去参与你的股份，他没办法，后来谈的没办法，为什么？他的资金来自于解放军，所以资金的一个移动的问题，哎，是一个移动问题。那一定会觉得，怎么中国最近盖了那么多？最主要他们的所谓官二代，一方面跟中央拿钱，一方面跟地方拿地，然后盖了很多的经圆厂，钱有了，厂有了，没有人呢、啊。 那怎么办呢？你不能交差啊！我在中，我在台湾，赶快挖一个，在台元设了一家公司。有啊，我的烟花人养在台湾呐，不然的话，这样就可以申请补助。对，所以现在目前是这样子，所以他到处到处盖晶圆厂，你盖粉圆厂可能还比较赚。现在盖了很多晶圆厂都没有人，怎么办？所以有人说半导体会变成半导倒掉的半导体厂啊。 不过据说呢，现在忧因不大。一方面，因为薪水没有像过去那么高，没有三到五倍了。外传甚至有人谈到只有增加零点四倍。另外一方面， 中国啊，你去那边半导体公司上班也是卖干生活、啊。当然啦、啊，有台湾的一个工程师到华为去看，他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华为厂旁边的那些商店都在卖行军床。卖行军床？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以厂为家。所以你在华为，你要当工程师有三个你一定要遵守的：第一个断网不能上网，对不对？第二个要午睡。第三个呢？啊，公司规定午睡呀。对呀、啊。 你一定要午睡。第三个他们的画面，对他们经常洗，全部午睡能够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赶快给我睡。以前我们中学生、小学生，老师还拿这个鞭子在那等，还有风击鼓掌来，赶紧。还要午睡。第三个，所以有些人就买了新对对对,對，啊，新具才会坏嘛，对不对？第三个，黑山黑布鞋。 为什么、欸？因为这样比较方便啊！啊，专心工作，不要去对专心工作。啊、然后他的九九六，我们也知道，九九六就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其实都做到十一点，然后一个礼拜做六天，这几乎他的卖干的程度不输给过去的台湾。所以现在其实。 大陆对台湾人才的诱引力已经越来越弱，一方面是吸血没那么高，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卖干人生，再加上他们的产业现在我刚刚说虚累累、疲累累啊！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半导体产业，连北大方正都违约啊！最近北大方正它有一个境内的一个债券二十亿的这个人民币，结果。 票票就是违约，所以北大方正它从 AAA 三个 A 已经降到一个 A，而且它的评价是负面的。那现在大家担心的第二家是谁？北大方正那是国营企业。对呀、啊，第二家是谁？紫光啊。 因为紫光今年的前三季，今年的上半年竟然亏损三十七亿人民币，因为它今年上半年光是付利息就付了四十三亿人民币啊！为什么？第一个，它就是到处建厂；第二个，到处并购啊，都是借钱啊。所以紫光未来在一年内，它还要付多少？八百四十七亿啊！结果它现在手上手头的现金只有三百九十三亿，你明明就没有钱呐、啊。所以大家担心第二个股牌就是紫光。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讲它的半导体，半导体不是盖很多吗？最近武汉的红星呢、啊，它因为这个工程款的时候工厂被查封了。不过因为蒋爸去那边，他说我现在在做十四纳米，但是真的假的，能不能达到大家的预期目标，大家还在看。另外中国的中心也因为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挖了梁孟松，听说最近突破了，他的二八纳米已经突破。今年上半年转亏为盈，但大家也在看啊，按、啊、你什么十四纳米啦，什么七纳米、五纳米，还在未定之天。所以中国盖了这么多的晶圆厂，现在还看不到台积电的后车尾灯。所以未来的十年，它还是落后台湾。所以现在陆汽忙着囤晶片，谁会受惠呢？ 好，那陆续呃为什么？因为要去美化嘛，他怕说到时候所有的中美贸易等等完全断货，所以一直在囤货。他光是今年的八月就进了机器十七亿的一个美金。但是从这个方面你就可以看到，未来它只有跟台湾买嘛，人从台湾挖，货从台湾买，钱从大陆来嘛，不然怎么办？你没有你没有其他的方法。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个股。好，那当然第一个台积电不用看了，刚刚蔡总已经看过，台积电就是你非买不可了哈。嗯、第二个我们来看联电，联电最新的。 股价哎，出乎意常之外我们来看联电的 K 线，bang b a n b a n bang 又开啊。很久没看如果从镜子的角度，从镜子的角度，它净值比还算蛮低的。但是如果全中国都需要的话，哎，联电现在八寸晶圆厂，它现在是供不应求啊。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世界先进，世界先进八寸晶圆厂也是一样哎 b a n bang g 所以你不要小看哦、喔，台湾一线的台积电第一名的，当然 OK。 第二名、第三名的慢慢的浮现出来，慢慢的看，你的出现一条线。哦，慢慢的看，看的是一条线。刚刚宪哥谈到，他们就是因为担心中美贸易战会有断晶片危机，所以最近开始囤晶片。不过说到中美贸易战，还有谁很担心呢？华为很担心，因为其实川普口袋里的杀手锏还没有拿出来。 最近呢，开始有些鹰派建议川普说：“你不如把这个杀手锏拿出来，他必死无疑。”因为进行了某个点游戏还躲不过基本上一点挨个点游戏，哪一招杀手锏呢？被称为是核弹级的杀手锏，就是外传白宫准备将华为踢出美国银行体系，要把华为列入所谓的指定制裁名单。 一旦列入指定制裁名单，很多人说华为不灭顶黑马莫科林了。不，我们再来谈到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我们昨天说，川普不是说等到我大选之后再签吗？结果美股盘中大跌了超过四百点，想不到才睡觉起来之后又说。 哎呀，可以分阶段取消关税，美股又涨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到底应该怎么看呢？对，我想哈，大家这两天真的被川普真的是搞得了这个七荤八素哈，是翻脸如翻书啊，翻书不如翻脸书啊，然后翻脸书还不如翻推这个川普的一个推特啊，这个更快。 那基本上哈，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说未来华为会不会被美国制裁？啊，这个地方 S D N 这个的呃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就是、指定制裁名单，我认为方向性非常大。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哈，就像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一样，这不是新闻，这是世界在未来两两年之内最大的一个国际大事。那为什么我这么讲呢？第一个，你说川普是疯了吗？川普是狂了吗？十大贸易伙伴得罪九个，但是原则上哈，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他得罪的这所有的人，全部都是烟雾弹，因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个沛公是谁？就是中国。<好>我们都会再来谈中国，不过他这一次参加北约会议被笑翻了。 他们讲了，他受惊到不行，指的就是川普的团队。没错，对。你看、哎、他那个样子，他的团队受惊到不行，下巴还掉下来。哎，这群人可都是过去川普的朋友，包括加拿大总理。因为川普一直脱稿演出啊，所以川普说他是双面人。对，他就骂人家双面人，人家也骂他双面人啊。所以我记得哈、哦，就说之前跟各位来讲，你看两天前的国际股市是全黑哦，因为他讲的那句话之后。但是今天花生米，对不对？对我不在乎花生米。我们来看一下全球股市哈。 当他说花生米的时候，当他说等我大选之后再来签协议吧，当时是全球股市绿油油。绿油油一片。等到传出分阶段取消关税，好像又传出和缓迹象，全球股市又涨了。所以川普几固哎，好难 key 几固哎嘛，好难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迷惑哟，就像我之前跟各位讲，塞翁得马焉知非福啊。 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祸。他自己的书上都在讲，他说我们不管嘴巴怎么承认，他自己四十岁写的书，我们嘴巴怎么承认？但是我们心中不放弃任何一个选项，而且这个选项至少要六个以上。即便是我跟你签订协约之后，我随时都可以再变。 这就是川普，只是大家搞不懂，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国际股市涨了就隔江犹唱后庭花。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要跟各位讲的那个才是重磅级的大事，这就,就是他对华为做出的这个 SDN。好，所以我们来看，这才是大家最担心的重磅级利空。什么样的利空呢？就是是不是有可能在鹰派抬头的情况之下，把华为列入指定制裁名单？观众朋友可能会说。 也不是没制裁过，之前不是禁令一大堆，哎、欸，那可不一样哦，不一样、哦、那些禁令只是说，哎、欸，你不能出货给他哦，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哦，技术输出哦等等，这不一样，这是。 华为不能做美元交易啊，不能做美元交易，就等于把你所有的美元资产给冻结，所以你没有办法用美元做结算的同时，这个就显现出这个川普甚至是美国政府的狼子野心。所以他前面布局的所有的东西，大战略其实就是这个，但是他用战术来欺骗你，就是他一下好一下不好，让你以为没事了，所以大家就在那边很 happy。好，所以我我要跟各位来讲，之前有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的话就是二国铝业，二国铝业 r u s s、so, e 好在。 二零一八年的四月的时候被制裁，然后呢也是用 SDN 哦，然后呢今年的一月份才解禁啊。第二个就是伊朗的政客啊，第三的话就是委内瑞拉的毒枭。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现在华为是跟伊朗、跟委内瑞拉毒枭。 等同啊？不是，我觉得不仅是等同，而且甚至是超越。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一个更可怕的故事哈。我们先来去看二国入手、so、的这一家铝业公司，它被制裁了之后，你知道它在全世界的产能是九趴、十七趴的供货量。结果它一被制裁了之后，当天股价一定大跌，然后全世界的铝价一定就是大涨，<laughs> 对不对？那他们家的这个所谓的仓库啊，存了一堆的原料铝锭。 而且还要跟人家租这个仓库，所以这个可以看画面图。然后在同一个时间点里面呢，它倒了，别人起来了。一个是澳洲的铝业起来了，澳洲铝业是谁投资？是美国铝业投资。你说坏不坏？不是，但是我看一下哈、喔，这个堆积如山，仓库堆积如山，三十亿美金啊，三十亿美金。我人家被制裁干嘛还一直生产呢、啊？没办法，因为它的电解槽。各位，你对铝的这个东西你要了解啊、喔，不是说我不做就不做哟。 对不对？你你那个电解槽，如果你只要停工的话，它会遭受到很严重的化学损害，所以它必须要一直 run。那你有这些原料，你又一直 run 的同时，你是不是产生了一堆库存？所以它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打挂那个所谓的俄国铝业。所以据说俄国铝业的股价就崩盘式暴跌、啊，就崩盘式的暴跌。然后澳洲的股价就开始大涨，什么力拓啊等等。那其中有一家我刚刚就说过了，所谓的澳洲铝业啊，那个美国有投资，你看多坏。 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铝的例子。那伊朗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再来去看委内瑞拉的毒枭。如果各位对毒枭片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 Netflix 里面有一个所谓毒枭墨西哥。那基本上来讲，他我连你委内瑞拉的副总统艾萨米，我都有办法去给你做 SDN，就是冻结你美元的资产。为什么？因为我怀疑你跟卡西 a 就是跟毒枭联络。那你这个卡西 a 又跟墨西哥的一个毒枭 Z Zetas 合作。 所以这中间就会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我认为华为最应该受到的等级，它的等级远高于这些。为什么呢？远高于这些、啊，远高于这些。所以我我跟各位讲，今天的新闻对大家来讲很重要。也就是说，各位如果你曾经活在一九八五年代那个时间点的话，你要知道日本当时出了什么大事。日本当时就是现在的中国。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明明日本是战败，美国还派兵去保护日本，就果日本赚了钱之后，反而去欺负美国，有什么半导体？结果美国受不了了，之后一九八五年用三零一法案去制裁，结果把日本的半导体给打挂，然后最后南韩的三星起来，英特尔起来，好。 现在一样的故事就发生在中国。对，华为真的有可能被踢出美国银行体系。换句话，就像伊朗的命运一样，将来没有办法进行美元交易，没有办法进行美元结算，等于就被封锁了。但是要一点时间。情况之下，华为概念股怎么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哈，华为最近都没有办法给台湾供货嘛，因为上面有一个名称上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台湾嘛，所以我们的 N C C 也不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利奇哈是。 今年天字第一号的华为概念股，你看它今年哦、喔，到昨天为止是涨两百六十一个 percent，但是它十一月却大跌了三成，然后今天是小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K 线。我今天要跟各位来讲，其实它这段时间的头部形态已经开始出来，所以大家最流行的股票反而要开始小心。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各位可以去看，其中有一个今年没涨到的，叫昂宝。 好，它的代号是四九四七。你看它今年没有涨多，上个月也涨，然后今天也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现形，就是、说现在在流行的东西，其实是一段整理过后的股票。所以我刚刚的那张表，简单的跟各位做一个结论：对于今年已经涨一倍的、涨两倍多的这些股票，最怕利空。 利多可能也会钝化，但是今年如果你还要再做华为的话，相对没有涨到，而且不是纯华为，还有一点瓶盖的概念的，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